创意理财尽在运通。大家好，欢迎收看《家庭投资》。大盘是目前呈现的高姿态强势整理，类股它就是会轮动轮涨，所以很简单，你莫讲我来 say 我话，你好好的跟着我，按部就班，一档一档跟着来操作，你的稳定的一个获利空间一定看得到。你看看上礼拜南电啊，稍微休息一天呢、啊，今天不是又大涨创下波段新高吗？选对一档强势绩优股。到底要怎么掌握它完整的波段行情，完完全全的交给我，好不好？你看上礼拜一的蓝点，它营收新高，形态是突破，出现新天量啊，45000多张啊，量大好进好出，真的很好赚。量先价行概念，这是第一个时间的买点。上礼拜一的蓝点买在45.9，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保证你成交。买完之后。大涨9.78%，几乎亮灯。上礼拜二又大涨3.2%，礼拜三又大涨2%以上，三个交易日15%。你看到的今天蓝电呢，又大涨了半根停板以上，强不强？来到波段新高位，这样不是两成吗？100万如何创造20万的利润空间出来？有那么困难吗？有那么困难吗？盘势的一个脉络非常清楚。多方格局，多方式，任何的回档看支撑，哦，所以这个盘的一个架构很安全，很健康，你千万不要想太多了。所以当时候我布局南电的一个架构，9月16号，我们跟你论述一下，它跟8月23号我买这一档建龙，不管是基本面、形态跟量价，几乎一模一样。对，上礼拜的南电营收新高，是不是新天量？是不是形态突破？23号的一个建龙，是不是营收新高？是形态突破？是不是新天量？一模一样啊！8月23号的一个建龙买在44，8月26号的一个建龙44再买，当天台股大涨了啊，大跌了快200点了、啊。所以整一个8月26号的台股，把握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这当时候给予全国观众朋友一个非常中肯的建议：大跌要懂得买啊！建龙就是因为盘势当天跌了快200点啊，给你第二次超额利润买点，44再买，两次的买点都在44啊。结果呢，建龙涨到48，我说他回不去了，我说他回不去了，真的回不去了啊。结果呢，44涨到48，最高涨到76.2，这样大波段的操作超过七成啊。哦，所以这次的一个。南电会不会如同当时候建龙的架构回不去的感觉？我不敢下定论，因为股价的一个走势由市场上来评断，不是庆老师说了就算。虽然我说的常常会发生，所以整一个南电的一个架构，至少到目前为止，你已经看到两成的啦。建龙呢是七成啦，44块钱的位置里加，对，76块钱的位置里加啦。七成的空间呢、啊，哦，所以这个行情的一个架构，轮来轮去，只要一单股票没有涨完，我尽可能的帮会员创造最漂亮的波段行情。有时候操作的一个投资组合，虽然对我来讲会有点绑手绑脚啊，我讲过啊，现在不管你用多少资金来跟我配合，我就给你三档股票，我给你承诺一定是出掉旧的再清新的嘛。所以有时候当然会舍弃一档股票，才转进一档新的标的啊。那这档舍弃卖掉个股，有可能还会往上走高啊。哦，所以那个评断的过程你交给我，你免想阿济。简单的代志，你去穿便便，啊、哦，玉签签的，哦，明仔载困难的代志，什么股票爱买，什么股票爱买高我。这样一个相辅相合作的过程，创造出来的绝对的正报酬，才是我们合作的主要目的。你看一下这档利基上礼拜四，我说他从8月份到9月，整理了快2个月，横向整理啊，
买在上礼拜四是最漂亮的一个位置，因为从八月初到九月中，你买利基可能不会得到一个立即见效的效果，但是上礼拜四，为什么利基我一买盘中马上大涨快9%，隔天亮灯，今天利基再创波段新高。专业的 mega， 你看我节目，我相信我会透露出一些讯息给你，但是重点是盘中的讯息太重要了，买点稍纵即逝啊！利基上礼拜四营收新高，形态突破，绝佳买点上礼拜四154以下就买，154以下赶快买，不买没有低点了。你有没有常常发生建老师的一个操盘节奏就如此的明快？第一个时间你没有卡位，接下来没有低点让你买了，懂吗？所以上礼拜是利基最好的买点，最漂亮的买点，买完之后大涨了快9%。礼拜五不啰嗦，亮灯，亮灯呢、啊？两天是不是14%？买在上礼拜四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最漂亮？一买大涨，隔天亮灯，那今天的一个利基呢，来到波段新高174.5，再创新高。最关键性的时刻，如果有庆老师陪在你身边，相信这个获利空间真的是无法挡。我没有夸张我的绩效，我只是把我带会你过程真实的呈现在你面前。我希望下一档你好好的跟。我常提醒你不要乱追高的股票，我也常常提醒你不要看完节目隔天再去做动作。你看节目看完之后隔天去买，隔天去卖，哎，一来一往差两天呢，你敢真会唬？你定定是抓久走避啊？难道今天利基来到破断新高，你要买这个位置吗？174，你要买这个位置吗？你落后我15%，100万你落后我45万的绩效，你若定拢买来做股票，我还是要提醒你，风险你要自我承受。当你来跟我合作，风险我会帮你考量。为什么庆老师有值得让你借重的地方？我在选股，不是稀有股，我不会带你买啊。台股1000多档股票，未来基本面会成长性的，会往上突破的，那种基本面的一个题材架构，我掌握清楚了，才会筛选在我的口袋名单呢。那个绝对是在100档以内。那配合着量价筹码形态，一旦买点浮现，我才会带你做一个卡位动作啊。这就是一个选股的方向啊，这就是一个操盘手法啊。所以整个利基的一个架构，你真的再去回顾一下，关键性的时刻买点上礼拜四，你之前从八月初到九月底，哪个位置买利基最漂亮？哪个位置？哪里？上礼拜四买大涨，隔天涨停，今天再创新高，这不是最漂亮的一个发动买点吗？为什么我看得懂？我知道它未来会怎么走啊，我知道它的基本面还会成长啊。很多人认为利基之前涨好多了，涨好多是因为你短视的看法，让你的一个操作手法绑手绑脚，裹足不前。大家我们平民都在看盘，你是等于是绑压杯，但是呢，我已经看到未来了，我已经看到未来了，我没有绑手绑脚啊。亲爱观众，上礼拜四利基这个位置难道不是最漂亮的一个发动买点吗？154没有买的，你没有这个位置让你买的、啊、没有这个位置让你买的，今天已经来到174.5了、啊、买个13花了150万，三天20万了。我所看到的呈现在你面前，你所看到就是我带给会员的一个真实绩效嘛，你说是不是？所以呢，我在上礼拜也给予我们不管是电视机观众、LINE A 或是我的一个脸书社团，给他们各个族群成员的一个承诺，要怎么复制复制利基成功的模式，要怎么复制它？嗯，今天我买了哪一档？这一档叫3530的金相光，我上礼拜就想买了，但是因为上礼拜我们的资金没有空出来，所以呢没办法动作。但今天资金空出来了嘛，出掉旧了嘛，买一档新的，就是金相光，营收是不是新高？金相光是选的股票，品质的保证啊。
整理三天了，而且是高姿态强势整理三天之后转折向上，这叫转折的买点。10:32，金相光营收新高，基本面的分析，技术形态强势表态，价格105买。经过2分钟，股价是不是在105？你自己对时对价，今天105买，有没有感觉很健康？有没有感觉很快乐？今天早盘金相光跳空上去，直接拉高，你这边买不到啊，这边直接拉高到107啊。今天能买在105、106这个位置，就算很厉害的。你自己去看一下今天金相光的走势，买完之后亮灯 ,109.5, 哪个位置是你可以买到的一个价位？难道我会在今天最低点101画个圈圈，说我今天买最低吗？这款事情我做不出来。这款事情我真的做不出来。我不会像其他的分析师脸皮那么厚。对。开盘之前乱发call讯。假call讯一大堆，什么股票都是开盘市价买，反正对拿出来讲，有没有这种老师？一档股票如果还没有开盘，它还没有量价筹码形态，让你看到它是一个多方还是空方式，你怎么有那个资格，有那个能力告诉别人是买还是卖？所以，一位专业的分析师，他不可能在开盘前告诉你说哪一档股票开盘市价买或开盘市价卖。很难啊，很难啊，我从来不发这种call讯，因为我看不到他今天的走势会如何表态，我怎么可能在开盘之前告诉你这档股票的一个多空定夺的方向？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今天金相光怎么可能在开盘 101.5 最低点101这边买得到？不可能的事情嘛，一开盘就拉高到107了啦，你可以买的位置就是105附近，这边一定买得到，对，没有错吧？105啊，非常真实漂亮的一个价位，买完之后亮灯109.5，买个10张，今天4.5万落袋，当然还没有获利下车。我很少告诉你做当冲的啦，对吧？我又不是政府官员，干嘛帮政府赚那些增加税？信不信？我的责任负责帮会员赚取个股的一个波段利润了，所以上礼拜你利基没有赚到的，不要灰心啦，对，10%你没有赚到了，内股会轮动轮涨啊，赚完一档再跟我换下一档啊，利基没有赚到，我难道我告诉你，哎，利基上去赶快去追吗？我不干这种事啊，我只邀请你下一档好好的跟，下一档在哪里？下一档在哪里？再看一遍。高姿态整理的金相光营收新高，三天就转折向上，当然可以买啊，买在105，时间价位自己再对一遍，保证一定成交。105嘛，什么都105啊，尾盘亮灯 109.5， 买个10张啊，花了100万，已经赚了 4.5 万了，一天一天啊。所以在未来盘势多方掌控的底下，到底还有哪些强势股它有波段利润，它有波段行情的？这档工业 4.0 的个股，这样三角形形态突破，你们看到这个融资几乎每天都在减少，哎，筹码是越来越稳了，筹码是越来越干净，所以今天形态突破了这档工业 4.0 的绩优股，今天当然是一个绝佳的买点，我希望你好好的跟上来。接下来再回到节目现场。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
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清新著作《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彩色精装版，简单易懂又实用，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一书在手，受用无穷。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车怎么开的？预防2次交通事故有法宝：一、开启危险警告灯，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二、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患；三、标会车辆位置，可用手机拍摄机证；四、无人受伤时，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有人受伤时，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五、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等候警察到场处理，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放拨话移等就对了。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工具机的亚德克，当时9月10号形态突破，我买在340，隔天350再加码。9月16号回档，涨了一小波的回档，我说继续看涨，因为它会过前波高378。当它过了前波高378嘛，我卖370啊，还记得吗？当天最高379嘛，真的过高了，过高当天卖10张30万落袋，卖370。那这样亚德克卖完之后，当天回档。礼拜五又稍微修正，今天跳空过高，代表它还会再涨，这就标准的强势绩优股啊。一档股票如果还会再涨，当然该接回，我自然会有所动作。所以你看到金老师选的股票强不强？从340买进的亚德克，今天最高已经来到386.5了，赚超过股本的啊。340是不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买点？今天386.5再创波段新高，再过高了，强不强？所以盘势的架构，你会看到这样事情的股票一档一档的往上走高，你就好好的一档一档跟着我来操作啊，啊，要有耐心，不要吃碗来洗碗外，否则你会得不偿失啊。你看利基这样股票3天是几%，是不是创新高？跟亚德克一样啊。你看8046的南电是不是创新高？都比大盘强啊！所以你认为台股的一个架构呢，会不会过前波高啊？101924，这个指数的一个位置啊，不是我要考量的一个范围。我在分析盘势，我要给你是一个方向跟策略应用。方向如果是多头，策略回撤支撑，站在买方，买强是绩优股，安内就丢啦。这一档生技股叫智勤，以这样的新药安能德，每剂药价50000块钱台币，打一针50000块就没去啊，没办法，以这样还是癌中之王啊，5年的存活率不到5%啊，哦，所以智勤能发明这款新药，对他未来的业绩成长力道绝对有正面的帮助，因为欧美亚洲都在上市的，都在贩卖安能德这款新药，台湾也有啊。健保给付啊，健保有在给付一半呢，哦，所以整一个智勤的一个架构，你所看到的是从200、100跌到61.9啊，这要落底的买点，这要超额利润买点61.9啊，谁会分析它？谁看得懂？要在智勤61.9，告诉你，这是一个进货天量，这是一个仓红吞噬起涨的一个买点，不简单啊。但是我看到了，我8月10号公开告诉你落底的买点，智勤呢，涨到这边叫50%，涨到这边叫1倍。长线的规划，我也不
不厌其烦让你知道啊。所以6.19起涨买点，买完之后3天23%，我75先卖一趟，卖完之后他们回档，跌到70啊，我告诉你我会接回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分析啊。啊，操作面呢，我们说到做到啊。跌的时候谁会跟你分析一档股票好？谢老师的反市场操作，嗯，是凊彩公共的啊，你知不？哦，所以跌的时候，我既然分析会接回嘛，那给予会那个买进的价位就70.5呢、啊，跌的时候买回啊，因为高点什么时候卖？75卖嘛，价差4.5呢，接回，接回之后是不是创下波段新高？跌的时候告诉你还会再涨。9月12号有低点，我都告诉人可以买。上礼拜三，我说你要跟我操作自行的，你要耐心。他虽然目前呐、啊，没有像之前嘛，3天就20%嘛，但强势整理啊，有低点都要跟我买。当天是黑 K 棒，来到7.83，隔天不是又涨到7.95吗？今天自行看到8字头啦，80.6啦。80.6 啊，61.9是谢老师给你的超额利润买点，落底的买点，20几%接尾上去横向整理，往上走高垫高，再创高，未来的目标价当然指日可待啊。国内分析师不可以讲目标价，我们矮了外资分析一截，没有办法，法规使然，政策使然，因为我们要吸引外资来到台湾的股市市场，所以政策有它的一个需求。所以整一个自行的一个架构，至少啦，没让全国的观众跟会员失望。至少今天来到8字头了嘛，你买在7字头以下的，是不是打龙探井？要赚波段，要赚这种生技股，它不是本梦比的生技股哎、欸，胰脏癌的新药安能德全球都在上市，它是。本益比的生技股，难得61.9是落底的买点，是庆老师带给你的，你要好好把握一下。不仅只有自行这一档啊，很多档股票如果有波段行情，不用太在意短线的强势震荡整理，包括这档兴趣科，8月29号压力线压在这边呢、啊，很多人想在这边放空啊。103，我告诉你要买，因为它会突破。有没有突破？突破回档105，低点都可以上车。横向整理，低点105买就对了，没有错吧？股票无叮当，告诉你低点都可以买。上礼拜五，新基科来到107啊，我看法没有改变啊。103买完之后，形态突破横向整理，低点都可以买。它未来会不会往上？如同之前这一大段。整理完之后就往上走高，那可能性是相当大的。所以呢，谢老师对你们的照顾无微不至啊，不离不弃啊。到上礼拜五，我告诉你，新居哥涨到107，我的看法没有改变啊。他当然还会往上走高。今天呢，涨了2块钱，来到109.5，精彩吧，漂亮吧？你之前看节目的，虽然新居哥没让你大赚，但是你是。持续的持盈保泰，你没了钱吧？你看外结果被新趣科，你敢有了钱？稳定的获利是谢老师带给观众跟会员，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啊。多头行情，类股轮动轮涨，好的，跟着谢老师一档赚完再换一档，按部就班来跟我操作。我相信今年度的一个行情获利真的是无法挡。上礼拜是利基啊。横向整理一个多月，将近2个月，形态突破，我下去买。这个位置的买点最漂亮，发动的买点。上礼拜是利基买在154，买完之后大涨快9%。礼拜五隔天亮灯，2天4%，今天再创新高，10几%嘞，3天的交易日而已啊。所以呢，利基上礼拜是没有买到的，那买今天的金相光，对，整理3天嘛。转折向上啊，高姿态强势整理的绩优股营收新高的，今天的金相光105买，大胆跟我买，
买完之后尾盘亮灯 109.5， 买个十张花你100万，今天已经赚了 4.5 万了。这个行情你认为好不好赚？如果你真的认为庆老师给你一个操作风范是符合你的期待值的，我希望每档奥的根不要错失了每一档价值投资概念股票给你的稳定的波段利润。这档工业 4.0 也是一样，你看一下，每天融资都在减，筹码是越来越稳越漂亮，形态是刚突破，形态是刚突破，刚突破的一档价值投资概念股票立马跟上来。我希望未来波段利润是庆老师跟你之间共同创造出来一个结果。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地方，不用客气，自己打电话进来，连接。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YouTube 运通财经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听个到、看个到。YouTube 24点钟线上直播上钓时，分析师精准盘势解析，随算随看，真方便呐、啊。YouTube 运通财经台频道，不关系，跟你安奈在一起。成都股蔡老师擅长基本面研究，资历完整。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带领会员领先布局，透析大盘结构，掌握台股走势，产业深度研究，前景洞烛先机，严格风险控管，带进保证带出，集中火力，快速累积绩效，灵活攻守，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彩色精装版，简单易懂又实用，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利器。一书在手，受用无穷。蔡老师入会专线0800-868-365，0800-868-365。我的车啊，油门一吹下去，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得见我的车尾灯，这么神奇哦！怕很怕，先吹一下。对我那么好，安慰我，麻烦自己帮我接下来。先生，先生，这么神奇哦，还把警察当酒友？你刚刚肇事了，人家是要怎么样看得到你的车尾灯？你再不进行酒测，人家送你去医院血检哦。酒驾，林夫人，全民同心反酒驾，现在公安危险罪移送法办。请坐，叫什么名字啊？